好，我是中医大夫李宗辉。现在啊，有好些朋友，出现一种什么问题呢？就是眼睛特别干涩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啊，这个是由于现在这个生活节奏都比较快，好些同志学习呀、工作呀，长期的面对电脑、手机或者看一些文件。这种虽然不是什么太大的毛病，但是它警示了我们这个身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可以去药房，中药房去买这个，一个是石斛，好一点的是铁皮石斛，如果嫌贵呢，普通的石斛也可以，还有一个就是枸杞子，是宁夏产的最好，石斛和枸杞子呢各15克，这两味药是补肝肾之阴。它滋阴明目，这时候呢，这是治本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它由于阴虚以后产生一些虚火，虚火煎灼它引起我们的眼干，我们还要加一点菊花，3克的菊花泡大约是15到20分钟，然后呢大火煎煮，小火一般煎煮20分钟。